这是什么大型撒糖箱？搬家露营，我第一次听，就是把家给搬到露营的地方了。就是可以说他喜欢把很多东西，然后他喜欢把很多东西，然后。完蛋，他这是说他哪个他？还是第三人称？特别多东西，然后房车算吗？主持人这话差点干嘛打断孩子？真是机智如我，不得不佩服这位龟姐，真是你是懂我们会唇语的。当镜头扫到龟龟。保重珍重。这里笑死了，跟二三杠上了。A 区二排30，就到21号，就到21号啊，就到21号。对，那就，3排20。别问，问就是数据，只有2到3。你说到荔枝，那我就不困了。可是选择的荔枝，对不对？我也想知道，这么多水果，怎么就荔枝了呢？我第一个会选择荔枝，因为甜，好吃。好喜欢那个夏天，然后把荔枝冻成冰淇淋一样，然后去吃。哦，这让我想到那个假料。吃荔枝好兆头，顺顺利利。这是多喜欢酱牛肉，瞧把孩子乐。酱牛肉8个。笑了。酱啥？牛谁的雷达不响？